以自己人最狠的永远是自己人，不是奔驰宝马奥迪空台压缩机我们修不起换不起，而是国产新势力的压缩机真心换不起，这么一个烂东西3000多块钱，大家是自己人为什么搞得这么贵呢？没关系，我也是自己人，我帮你修，我给你便宜的。仔细听这个声音，空调棒坏了以后一般就会有这种声音啊，你们车主也可以自行判断，今天给大家科普了，再听仔细一点。啥情况？空调不是冷。空调不冷吗？我摸一下，就是不是那么冷啊，温温吞吞的是吧？那这个换一个老贵了吧？老贵了，比我们燃油车还贵吗？对，3000多嘞。我操，这么贵的？就这玩意儿，他娘的，比奔驰、宝马、奥迪的都要贵。果然他妈的对自己人最狠的永远是自己人，对吧？我操，你换个空调棒还要拆保险杠？对，还要洗空调管路。管路里怎么啦？管路里面都黑了，是不是罗素燃油的？啊，等一下，如果你洗出来黑了，我请你吃晚饭。如果不黑，你请我吃晚饭，我们打个赌，好吧？整个前回都要拆掉，没办法。如果你不洗干净，新的棒装上去，没两天又拉掉了。管路里面磨下那些铝末啊、金属碎屑啊，全部都要搞干净。小胡，有黑的东西出来吗？有吗？我怎么看到没有呢？想我请你吃饭，门都没有。看到没有？这个都是压缩机磨出来的东西啊，都黑了。看来这顿饭是必须要请了。坤哥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我告诉你啊、嗯、电车压缩机。多少钱啊？小钱，3000多吧。放屁，一个电车的压缩机1000把块钱吗？了不起了吧。1000把块钱，来，货找你拿了以后。没问题，亏死你。窝壳、轴承、密封圈这几个东西值2000多块钱，你信不信？传说中的电车压缩机啊，就是我们遥遥领先的，我这个的遥遥领先泛指所有的国产新能源。这玩意儿坏了，没个2000多块钱、3000块钱肯定拿不下来，怎么办？这年头大家兜里钱包都不鼓，对不对？既然你钱包不鼓，那我就替你省点钱，能修的肯定替你修，绝对不会逼着你去换。我们毛哥上个月还在 4S 店里面修 ID 系列，对吧？现在就出来搞国产新能源了。其实我还挺喜欢国产的。遥遥领先。怎么了？哪里遥遥领先？我省了魔术哥磨出来的粉是吧？哎，这个滤芯都化掉焦了，都断开了，都烧焦了是吧？哎呀，遥遥领先就这样啊，凑合着吧啊。哎呀我去，哎呀我去，要，非常6+7啊！来，帮我捡。搬过来看一下，磨出个黑乎乎的东西啊，黑乎乎的东西，哎，有股焦臭味。如果说这个轴承，咱们用小日子的轴承会不会好一点呢？那必须的，改进的轴承肯定好。这个耐磨片去哪里了？请问尸体在哪里？难道磨成鸡粉了？这是螺旋丸吗？啊，哪路多螺旋丸？有没有可能？有没有可能这个就是磨下来的那个？你拿吸铁石来吸一下，看能不能把它吸起来。如果是纯铁的，那个耐磨盘肯定就磨成鸡粉了。螺丝啊，都泡在泥浆里面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泥浆就是刚才那个耐磨片磨下来的粉，对上里面的油形成了包浆。修车啊，就是用锤子的，有的时候不要怕它疼啊，该砸的时候就该砸。啊？你看。它这个是个永久磁铁，它就转掉了呀。这个是专用清洗液啊，中石油中石化出品，好像标号是95号的吧，就买过来。知道没啊，同志们？必须吃啊！拆到底了，塞得满满的。那必须！哎呀，我去，塞得满满的。中间轴承还有底下那个轴承都换掉了，下面一个小轴承。然后这张耐磨片全新的，就这上面这六个环，要给它装回去，所以这环不能忘。还有一个轴承装这个涡盘的最顶端，用这种专用的压缩机油，粗装油啊。一定要加入适量的这个油，润滑用。啊，走。
密封堵头给它堵上，这样一个压缩机就修复完成了，完美，牛逼。压缩机修复完毕，再战十万公里，20万公里。啊，咱们把这个好的棒装上去了，希望等一下又安静，空调又冷，一定要发出刺骨的冷意啊，要把你送感冒那种。准备加冷媒，这种电车的这个空调压缩机啊，对冷媒要求更高啊，我们给它用精冷的冷媒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现在啊，很凉了，有一种刺骨的感觉，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效果，那种温温吞吞的没意思，对不对？现在这个声音就很柔和的，这个声音，这个是正常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不像原来那么吵了，因为它空调棒里面摩擦的东西没有那么大的摩擦力了，这个部件配合也柔和了，所以就舒服了。对。然后呢，空调出风口温度还在持续往下掉啊，还在持续往下掉。正常来说，我们修完以后，原来我测试过可以掉到2-3度，2-3度都没问题。那我现在呢，时间比较久，来不及，车主要走了，我就不拍了啊。看到没？这个冷凝水滑滑的，说明空调效果很好，对吧？你们家空调如果有这个效果，那你们家空调也很凉。修的怎么样？你们说，你们动不动就说我们是换监工，换监工。那这个空调棒我们修的怎么样？有没有给你省钱？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？如果有，那就关注一下。尤其是在金华地区的，可以直接来找我啊。那么这一期，好了，这一期到底点击一下关注，爱车爱熊猫，修车机油不迷路，完美交车。全金华所有的大众车主，只要你是 E111 发动机，不管是朗逸、宝来、速腾，只要是老的 1.6、1.4T 的火花塞孔漏油这个问题，四 S 店解决不了，我来解决。等一会儿呢，由我一个绍兴的老乡，一大早从绍兴开车到金华来找我解决这个问题。车呢是二手车刚买的，开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火花塞孔里面都是油，去四 S 店，四 S 店说没有办法解决，给你换4个皮圈，过2年可能还这样。你来找我，我一次性给你解决问题。你车报废了，火花塞孔都不会再漏油。一大早车来了，绍兴过来的，牌子都还没上，这火花塞这孔漏油，现在这个点火熏塞上面都油乎乎的。这车我们小胡师傅看了直摇头，这涡轮出来，这个月牙压板都没了，直接这两颗螺丝扣在上面，明显就是之前有人拆了没装回去，单向盘老化破裂漏气了，直接换个新的。这可变阀插头拔串里面都是油，内部积酸了，这个阀换还是不换？这机油客户刚换的，给它接起来，给它用回去。看这个颜色还好的，散热器这一漏油，一漏漏的油底壳上都是。要不要一起搞了？如果增加费用，车主会不会有抱怨？拆下油底壳，车主怕前任保养不及时，看一下有没有油泥。这火花塞座孔里面都有油。之前他换火花塞才处理过，才没几天，而且里面都打板胶水的，是边上，这种做法没有用的，掩耳盗铃。解决问题就要解决根本，我们这套方案就是去病根的方案。走，开开，来喽。OK， 这槽里面都有油了，就是这4个密封圈啊，导致那个火花塞座框里面都是油。到时候我们把这个密封圈换掉，改成我们的铝圈，镶到这个座孔里面，然后打上胶。这个方案可确保永无后患。检查一些顶筒，有几个泄压都给它换掉。这款发动机油道系供油不足，容易导致顶筒泄压。边盖、油底壳、丝盖全部洗干净，全部清洗干净。客户不换气门油封，所以这个油封这里就不洗了，以免伤到油封。表面全部清理干净，准备镶铝圈。这个座孔槽里面一定要清洗干净。很多人问我，用了我的方案是不是万无一失？那前提必须是按我的标准来，不然我不保证。这个滤网不堵也不破的，洗干净给它装回去。镶铝圈，4个铝圈全部镶到位，留下一个浅槽打胶。镶进去之后，一次性的。以后无需再担心。这里5个顶筒坏了，然后我们给它换上去，换新的。新的给它换到排气侧，这6个。顶筒是额外的产物，是要额外收费的，不包含在镶铝圈业务内。
现在是在上面打上薄薄的一层胶水。那一点就必须消毒了。打胶，在铝圈那个座上面打好胶水。使用耐高温的发动机密封胶。螺丝紧一个画一个，这样绝对不会漏下。以前新车上很多螺丝有油漆点，现在我才知道是为什么。四个孔里面都有均匀的胶挤出来，非常完美。全新的链条、挡板和张紧器。预警，新的车胎密封垫，这个必须要换掉了，全部都老化了。新的边盖垫，也要上边盖了。完美安装曲轴前油封，安装曲轴大盘螺丝一定要打得够紧啊。连我线圈一个拔出来的时候没用了，直接换掉一个新的，然后这个电磁阀也换新的，就在那个之前漏油机拆了，这个单向阀也给它换掉。使用德联防冻液启动。刚开始有点费劲，起来后声音有点大，机油上来之后就舒服了。机油是脏的倒回去的，太恶心了，就不拍加机油的过程了。